哦，有有有，起来起来，有了，一点点，有一点点，哈哈。要 Cindy， 今天来吃这个二代祖传马铃薯排骨汤非常有名。我们走进来之后呢，发现四周全部都是韩国人，应该是韩国当地人也非常认证的卖家。然后呢，它这边只有三个不一样的菜单：马铃薯排骨汤，然后第二个是有点生炒排骨那种感觉，然后第三个就是解酒汤，然后还有非常多的酒，有所有品牌的烧酒，还有啤酒。点完几人份之后呢，它就会直接上小菜，然后你可以加点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部分，像白饭啊，然后也有像我们是加点这个面片，就是有点像面疙瘩的那种感觉，等一下可以直接加入那个汤里面一起煮着吃。他酒全部放在刚满19岁的少女前面。有要起来，要起来。哇，哦，有有，要起来，起来。好赞哦，感觉很好喝哎，亲和感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好喝哎，有顺比例对。可是我觉得啤酒的味道比较明显，烧酒好像还好。对，好喝哎，很爽哎。筷子可能要稍微用力一点，一定要晃到它，然后用力一点敲它。来喽！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。哦。排骨全部都炖到超烂，用剪刀一剪就化开这样子，来吃吃看。嗯，好吃耶，好吃哦。它的肉很软，真是入口即化那种。来吃吃看它的泡菜，它泡菜都超大一块的。嗯，它的泡菜会辣，是会慢慢从你嘴巴散开的那种辣。它还有这种就是很粗的萝卜泡菜，大块的。好香哦，而且很脆，爽脆的那种。然后让它稍微烧一下就有锅巴，很香的哒！哇！这是血肠做成炸串，上面还有裹了辣酱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嗯，甜甜的，很像吃排骨酥的感觉。两个一起吃。嗯，有杯热狗，年糕吃起来外酥，里面吃非常 Q 哎、欸，然后有那个米的香气。它这个辣炒年糕是不是跟台湾的吃起来不太一样？好像比较偏软，而且感觉那个酱是有进去那个年糕里面，真的很软，很柔软的那种。换吃这个炸物，沾了辣炒年糕的酱。它的 set 可以选两种不一样的，然后它也可以单买炸物，就可以选四种。嗯，它的
的酱好厉害。嗯，就是甜甜的，然后不会太辣，也不会太咸，就刚刚好，很涮嘴。就蒜头味比较重。嗯，然后又甜，比较香。接下来我们在广藏市场发现这家超级多人吃的鱼糕串，马上停下来吃吃看，这边一根只要1000韩元，真的超便宜。那它的鱼板啊，鱼糕吃起来非常的蓬松柔软，我推荐一定要沾它的辣椒酱油，超级香。而且一定要跟伊姆要它的那个鱼板汤，这样一口鱼板再配一口汤，真的超级香。有了不，看看这是谁？噔，是莉莉耶！大型网友见面会。对，真的是网友见面会，因为我们之前都只有在 IG 还有 LINE 上面聊天。对 对。我们其实之前本来就约过要一次见面在台湾，但是后来因为疫情隔了两年了，应该算是几乎3年了。我们就现在才见面，而且是在韩国见面。我们今天来吃这个，这是金胆。是因为我不太能吃辣，所以我们就叫它弄的不太辣。对，然后我们还有加这个黄色的球球，好像是七字豆。七字，对对对，就是起司年糕。哦，来吃吃看。OK。잘먹겠습니다。看起来很好吃。对，你看吧。哇。哇。好吃吗？好吃耶。哇，好烫。很嫩耶。嗯，很配饭。这个也是米饭小头，它里面还有冬粉，好好吃哦。来吃那个七只豆，可能因为今天比较冷，所以我们吃热的最好吃，很舒服哎，很暖胃。嗯，圆圆的，哇，很好吃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没加错哎，它很软，然后 QQ 的，可是其实我也没有到很明显，我觉得。一点点，里面有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其实，然后沾这个酱很好吃。对啊，这间店啊，虽然是我偶然经过，但是好像有非常多艺人来耶。像我看这个应该是少女时代的 Yuna， 这间店是真的好吃，马吉认证。接下来这家呢是宏大鼎鼎大名的猪脚小姐，听说算是来韩国必来的猪脚名店。我们点了她的招牌套餐，就是上面淋了满满蒜泥的猪脚，还有加上生菜沙拉和泡菜汤。我觉得一定要点这个马铃薯面，因为它会吸饱满满的泡菜汤汁，吃起来甜甜辣辣的，非常爽口。再来呢，就是最重要的猪脚啦。我觉得他们的猪脚真的做得很嫩哎，但是呢咬下去又是 QQ 的，很弹牙。然后因为我吃饭还蛮重口味的，所以我觉得蒜味真的是画龙点睛，搭配旁边的小菜一起吃就不会太腻，吃起来非常爽脆。接下来这家呢是 Lilian 推荐我来吃的猪肉汤饭，它一样也是在宏大地铁站附近。我们中午大概11点-12点左右到餐厅，然后里面已经坐了满满的韩国人，感觉是当地人也很爱吃的店。我们点了饺子汤，还有猪肉汤饭，然后它的汤呢有浓浓的猪骨香气，冷冷的冬天来一碗真的是超舒服，配上旁边的大蒜啊、葱泡菜还有辣椒一起吃，每一口的味道都会不太一样。而且这家的价格真的很平价 ，CP 值超高，推荐大家都可以来吃吃看。那这次去韩国的最后一天，当然要用韩式烤肉来结尾啦。那这家是在明洞随便找的一家烤肉店，我们点了最经典的烤猪五花套餐，还有一锅辣豆腐汤。好猛，看到这个肥滋滋油腻腻的肉肉，我的心就跟着扑通扑通狂跳。这家也蛮好吃的，食材也都蛮新鲜。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在韩国狂吃的美食之旅啦。我会把今天去的店家资讯都放在下方的资讯栏，大家记得去点来看看哦。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按个喜欢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旁边通知。我是Cindy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